蛮有少女心的。昆凌抱周董正中小公主，女儿想当睡美人。昆凌南下出席活动，头戴皇冠变身 Princess Hannah， 但聊的话题蛮接地气的。我超推荐瑞丰夜市门口的那个 QQ 蛋，超好吃，like oh my god。QQ 蛋，瑞丰超好吃，它没有那么油，它先把油都沥光，然后很脆，真的很好吃。还会上皮吗？偶尔还是会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跟小孩在一起，所以感觉童年又再过一次的感觉。他现在对于公主非常的迷恋，他迷睡美人，因为睡美人穿粉红色。巴德昆凌之前曾经自己是王子，家中那位才是公主。他不一直都是吗？他蛮有少女心的。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要玩交换礼物，我们要帮小孩子准备交换礼物，他就选了一个非常粉红的宫，就是城堡，然后说这是要就是给女儿去当交换礼物的。他说：“你看，这不觉得很漂亮吗？”我说：“可以了。”对，所以他很喜欢那个城堡的 detail。然后很 pink 这样，会不会小时候就想要这个东西？我没有问过他，他会想要这个皇冠吗？这你下次问他。